当然太刺眼了。而且呢，他要有一个定向目标，他上面必须有一个参照物，他才能进行表演。你看我厉害吧？我都知道这事儿啊。好，怎么着了？坐。人吧，坐。好的。现在这个动作是在 ladies and gentlemen 在这个杆子上。好，我们这小伙子啊，这里头身材最瘦弱的一个小伙子。啊，你来解说。对，现在是在杆子上原地翻跟头。啊。原地翻跟头。对。在杆子上原地翻跟头，那不掉下来了吗？你看看，啊，我这一扭头的功夫，哎，能再来一遍吗？放到上面了。哦，百尺竿头，然后呢？翻跟头再加入竿子。哦，从上边往下翻加入竿子。对。哟，这个难度太大了。所以说这是全国就没有的，世界上都没有的。那你得翻完了成功之后再说。那试试看吧。好，哎呦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好，我的妈妈，你哇！亲爱的朋友们，哎呦，若非亲眼所见，实难相信，是不是？他关键这组动作难上加难，底下这个小伙子踩个球，这重心也太难掌控了。